这个是100的三维混合机，它的外部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是料桶部分，上面这一块呢就是进料口。我们今天呢是没有料粉，我们就加水。水加进去，物料加进去之后，把盖子盖起来。三个颈部螺丝要给它固定好，然后在确保它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再进行开机。已经开机，下面开始。这个变频器的转速，这块显示是50，50已经是最高转速，频率。最高频率。现在这个上面的时间是30分钟，你可以把它调一下，调成1分钟。可以，看的时候小心。M 就是分钟，S 是秒。70秒。怎么样？